十二日起，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四。男子整个全身露出来，看起来没有异状，不过哎，突然出现了一位小弟，仔细看他下半身竟然消失了。再换个方式，变成男子下半身失踪，小男孩反而整个人出现在镜面后头。他是把周边的像反射到我们眼睛，然后就像我们在电脑处理绘图处理一样，把周边的背景来填你的身体，让你看起来好像消失了一样。 Object hitting off of this mirrorBeing reflected off of that mirror, being reflected off of that mirror, coming to this mirror, and then going to a viewer, in the distance. 先交错放镜面，反射周遭的事物，再利用角度，视觉差是最主要的原因。而如果要做到更专业的，必须要一种拥有负折射率的超材料。光打在普通鞋面上时，是以90度角反射。光打在鞋面上的凸起时，则会向更宽的角度散开，宛如隐形斗篷的效果，让人好像看到电影特效，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